项橄榄球选拔赛，一共有五个队参加，他们是中区、南区、北区、中西区和平南区，预定赛程五天，到本月八号结束。比赛是采取单循环制进行的，今天第一天比赛两场，结果第一场由北区队获胜，第二场由中西队获胜。在比赛过程中，双方都拼斗得相当激烈，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参观。明天起每天继续比赛两场，得分最多的就是代表队。